来，下一个猫，麻烦后退一点，靠背板。好，看这台。来，照片看一下。下个这里。帅啊！来，下个右手边。来，视线中间。下个。去年陈飞说过，只要有好演员，就没有小角色在金钟奖颁奖典礼上面。所以金钟影帝夏哥这一次再度演出了一个小角色，可是演出真的非常的精彩。他是演的是我们这个不可饶恕的人里面民宿的老板阿良。然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跟吴建衡有很多的互动。我要视线中间再回来一点。OK， 来右手边。这次在《不可饶恕的》里面饰演的，就是我们这个民宿里面的女主人琼慧。然后呢，她形容说这个角色有点像是《中央车站》里面的女主角朵拉。来右手边，带了一点小奸小恶。然后他在戏里面呢，跟夏哥有一场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在我们公司的电视光幕上面，可以看得到这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戏，在山上两人出游的一个戏。好，来看这台。好，你有在视线中间慢慢过来。来右手边，视线右手边。来左边来。来右手边。来左边。来中间中间。来右边哦，右边，我一点手势哦，手势再一下好不好？OK， 好。来，先回到正台。是。来，视线中间，中间，中间一点，视线中间。来，视线右手边。好，建宏这次呢，戏里面其实角色蛮多的转折。一开始他是一个因为工伤的关系，然后被迫失业的一个男生子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就被辞职，然后沦落街头。然后最后呢，是夏哥在街头找到了他，把他带到民宿里面工作。那到了民宿工作之后，就引发了一连串不可告人的事情。那个用，我分解释。我拍个真的话。来右边再一次哦，右边右手边。谢谢，那我们拍个组合照，我们请夏哥跟建和，谢谢。你会的手，左边再一张。好，谢谢。谢谢民宿的老板跟这个民宿的雇员。这个剧里面有脚力吗？跟这里面有吗？哦，有吗？有脚力吗？好，大家看了就知道。两位左手边，对吧？好，来两位右手边，两位右手边。来隔壁台，隔壁台，慢慢视线移向中间。中间，中间。来这里。好，再慢慢移向左手边。两位，我这台不好意思哦，谢谢。三位一起哦，就这边哦。好，隔壁台。好，再慢慢一下中间。中间我们白衬衫公司官方的摄影，请多看几眼，谢谢。谢谢，再慢慢一下左边。
再回来一点。中间回来一点。来这边。你要不要发两位男主角？发两位。对对对对对对。好，来看我这边，看我这边，看我这边。金钟组合，金光闪闪，三位金钟奖得主，几乎就是每次只要有作品，都会在各大典礼上面入围，甚至得奖。我们也期待明年的金钟奖能够看到三位一起再度走向红毯。你要奖励一下马嘉禾。来右手边哦，右手边。终于有牵到手。对啊，对啊，对啊。戏里面我完全没有牵到手的夫妻啊。来张杰，张杰。夏哥完成愿望了。来两个人左手边。等待了快要半年之后。来两位右手边。好，是先中间。好嘞，这一台。OK， 饶恕人这个故事其实是有一点改变，是真实的一个社会案件，就是我们曾经在发生在台湾的一个民宿里面，老板。来，右手边，右手边。好，视线右边。来这里，慢慢移向中间。移位，移向中间，然后再移向左边。来左边，左边。在左边，进口的经纪人那边，最左边那里。来位这里。OK， 再回来中间，谢谢。多拍十张。OK， 这个故事，然后再请三位主演跟我们各自分享一下自己戏里面的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戏里面的角色，然后还有就是各自在拍戏互动过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过。那我们先请制作人嘛，他是导演，导演接了，陈彦宏导演好。好，三二一，好。各位大家好。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他其实是大概三年前看到的一个新闻，那新闻的那时候标题他就写的还蛮手动，就写的什么人肉提款机。人肉提款机。然后他就直接讲一个民宿的案件，然后民宿老板他为了要他缺钱，所以他就去车站或者是说路边去找很多的街友或者无家者，他们借他们的证件，然后去贷款。榨贷很多的钱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到最后是因为其中一位结友，就是这一次有下个戏的他的，然后他就因为个意外，因为他要被榨取保险金，所以才让这些证据被发现。然后我在看这个故事的，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不是因为就民宿老板多坏，不是因为不是整件事情多荒谬，是因为反而是那民宿里面被囚禁的那一群街友，他们好像在这两年，因为有人在里面被关了两年以上，然后他们居然在这个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人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也丧失了求生的意志？那。我就把这个故事，因为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就往下做了一个，才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人的状况，其实他不一定是有家，就是他并不觉得是，并不见得是回不去，而是自己不想回去。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意外，就是如果我的一些人生要去成功，我会怎么选择做什么？加入了这个角色，跟真实的这件作品，
创作的东西。聊一下，就是整个拍戏过程，其实场景有很多转变哦，有的在车站，有的在云南的民宿，然后又到山上，拍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其实拍摄的不只有在大台北地区拍摄了，其实还有宜兰拍摄，那还有就是阳明山，大家如果看到戏的话，其实我们有部分在阳明山。那刚好我们那天拍的时候，我们白天都艳阳高照，但过了午后之后就突然下起大雨，又打火，我们那天就原本就直接提早收工了。但是我觉得那天可能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这一场要拍得更好。那这场就是我们在故事里面的最后一场，就是翼龙跟夏哥一起主导的那一场戏。那这场戏算是我们故事后面非常沉重，而且情绪张力是最大的一场戏。那夏哥有一颗镜头，我觉得非常的妙，就是夏哥在说话在边流血的时候，后面有一朵云慢慢的跑过来，那一朵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也是可能是上天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场面调度吧，一个就是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一场是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机会，可以把它拍得很好。对，我也觉得我看的时候也是一种会，怎么说呢，就有点真的是很感动。说实在是这样子。对，那下个要不要说一下自己戏里面？除了这个民宿老板阿亮，其实我第一次跟导演碰面的时候，我也是很好奇。就是问导演说他为什么要拍这部戏，然后导演就跟我讲，他比较觉得有趣的是，不是有趣的，就是他觉得很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人在那关了，甚至有关了一年两年的，而且是每天在吃馊水，而且他们不是单独一个人，然后有的人出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就他们都不会觉得说，哎，我自己的未来生命会，他们都没有感觉。然后他们也不会去集合起来，就想办法要逃出去。那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把自己放弃到这个程度？那其实这个社会啊，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放弃我自己的。其实我可以了解那个感觉，想死，但是我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些人应该也是没有勇气，他就这样子摆烂，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这个社会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当你很积极，你想要突破困境的时候，哎，你会有很多人愿意帮你。当你自己都摆烂的时候，你放心，每个人都会来踩你一脚，甚至就还会有剧中的那个老板就来坑杀这些流民，然后去榨取保险金，然后用信用贷款。那其实我在这个戏里面呢，我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抛妻弃子，然后离家出走的人，因为某些事情，然后就放弃了自己。那然后也没有什么求生意志。那后来是因为他们把我收留到了这个民宿，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目的，那是叫我去执行一些他们不敢执行的任务。那最后我也是一个被坑杀的对象。下次听你讲过。好，谢谢。看我几件。感谢我的充宝。Hello。要不分享一下是谁讲出的话？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我记得我刚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然后也问导演说，到底为什么会想要拍这部戏？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没有好人跟坏人，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困难，或是自己的想法。所以他这部片，他不觉得夏哥的角色是坏人，也不觉得我是坏人，也不觉得郑志伟这个角色是坏人，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观点。然后我觉得当演员。就是应该要这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自我的约束，然后去参与这个作品。我只觉得我们拍的时候真的好累，就是每天都很累，就是每天的通告都重复，就我每一场都一样。然后就是在拍的时候，我想说奇怪，我记得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怎么没有算到底有几场？因为我几乎每一场都有。
就是如果有算的话，我应该就不会接，因为是太累了。还有没有去算？对，没有，就是看的时候就很专心看，然后觉得故事很棒，就忘记算有多少场次。要聊一下跟夏哥的互动，在宜兰的民宿里面，拍的互动。我跟夏哥。我们好像很少在聊戏，都是在聊一些聊投资。投资，对，就是原来是跟我聊的话题差好多。就是聊一些什么房子买哪里啊，然后股票，然后聊一些家人，对，就是聊一些家庭。他拍得很累，但我拍得好轻松，你知道吗？我每天还可以去外面跑10公里，对，然后还可以到处去看什么好吃的，哇，拍得好开心。但我觉得越拍越感情越好，因为我们等于完全都在，几乎都在宜兰，然后就住在一起，所以每天就只能拍片，然后跟夏哥说，就是我觉得夏哥是很好的长辈，就是他不会，对，可是他是说长辈，我是变长辈了，夏哥是很好的哥哥，然后就是没有夏哥，他也不会。要会去影响你要怎么用，就是很放松。两个人的即兴其实是在戏里面非常的精彩。谢谢。好，那我们一同聊一下戏里面的角色，这个民宿的女主人琼慧。我觉得琼慧就是一个平庸的邪恶的代表，就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坏人都有某个形象，但是琼慧就是一个代表，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为恶。就是他看起来非常普通，每天都在过一样的日子，可是他在做的事情，你到最后才会知道，他会做这种事。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个想要让大家去想说，可能我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我也有可能不把某些人当人，我们可能有些时候都是这样子的。那可能推到极致，你就会很平常的做出你觉得不可能会做的事情。那拍摄的时候就是刚刚永东讲到阳明山那一场，真的印象很深。就我很少看到导演是抱着头。现在要怎么办？因为我们第一次已经大雨了，已经是喊停，整个喊停就是成本非常的高嘛。对，那到第二次，本来的想象是出太阳啊，因为我还有说啊，我们要拍照啊，不然等一下起雾，其实早就起雾了。然后我们想一下大太阳，而且它是变很快哦，山上的一下大太阳，下一颗变成有雾，再下一颗大太阳，那完全就不联系。所以我是看到导演是抱着头说，我们先休息10分钟，然后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后来就是想，那干脆有雾的时候来试吧。那后来看到就是夏哥的独白那边刚好有雾，超有 feel 的。所以那一次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也是靠天吃饭，但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最后就是像。有同说，哎，他好像是一个祝福，结果你原本以为老天不要搞我们啊，可是最后其实是一个不同的。对，我觉得那次的拍摄，虽然我的场次不多，可是很荣幸可以跟夏哥建和第一次合作。然后他们是聊投资，我跟夏哥是聊马拉松。虽然我没有在跑，可是因为我看到他背一个马拉松比赛的包包，我就说，哎，我就开始聊了。所以就聊到，原来夏哥跑步啊，然后他也很慷慨的分享他以前的很多经历，对，所以觉得很开心可以有这一次合作的机会。夏哥以后就会约你一起去跑马拉松。他应该很会示人，他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跟邀请。我回去还要好好过日子啊，怎么约个女生去跑马拉松？对，就大家一起跑马拉松，一见可也是运动健将。的确，刚聊到那个山上那场戏，最后我们看非常非常有意境，然后也正如导演最后处理整部片的手法，就是其实也没有让大家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灰暗的一种角度去看待整个世界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就是大家在12月3号晚上都能够收看我们的《共识人生剧展：不可饶恕的人》。谢谢。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请我们的演员团？
队一起来跟我就是 announce 一下我们这个过程的时间。那是请易容好了，易容你出来。主讲。完蛋了，几点？好，那十二点三十分。今天说十二月三号晚上十点，大家一起来。公司的人，你刚刚还讲可以，还讲讲别的，我也会来提早，也会可以。不可饶恕的人，大家来讲一瓶的。好，然后三，那讲苹果来了。十二月三号晚上十点，公视人生剧展，不可饶恕的人。好，谢谢。那个苹果一瓶到了，那可以倒一下，对对，快点倒一下，要留一下吗？对，不留一下，对哦。来，对，好。OK， 好，然后三位对，加个看这展出来是吧？好，来，然后呢？好，今天要送入民宿的房间。就是只有你才有，别人都没有。好，哎，好，来。